Hello， 各位光溜溜们、啊！各位，你们一定要看一下我刚刚椅子是怎么倒。我刚刚椅子滚轮突然滑到一个，这个东西，然后它就绊倒我了。Hello， 各位光溜溜们，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你们啊！听说冬季特卖快到了，对吧？想必你这次也是要一次大量购买大量的 Steam 点数。我是不是讲了两次大量？但大多数的 Steam 代购网站通常都有购买限制，你可能买了一个5000点数的，或者是不知道2000点数的 Steam 点数。我是不是讲了两次点数？他可能就不让你再买下去了，你懂吗？或者是你要分好几趟、好几个单子，然后慢慢去超商付款这样子。那通常呢，那很靠背的网站通常都已经赚了好几倍的手续费了。或者是你又想要找8591买家，但总是好几小时才可以交货。他妈，你都快等到阳痿了！不，都不用，都不用。我告诉你，这次我认识一个代购，他的名字叫做苍红代购。跟你讲，这个屌了，而且这个代购有独家的网站，就是他自己创的。你看哦，他上面有卖很多东西哦，什么 Minecraft 的账号啦，还有 Discord Nitro 啊，还有最重要的嘛 ，R6 点数代购。那他的 R6 点数就是走正规的方式，应该说比较安全的方式啦，就是你提供你的账号，然后他来帮你用信用卡代刷这样，刷了之后点数除进去啊，如果你怕你的账号会怎样的话，你还可以再改密码。然后点数还是在你的账号上面啊，这样就结束了。基本上一个小时内就可以完成的东西啦，还有很多东西它都可以帮你代购，比如说 Hypixel 啊 ，Steam 的那种游戏代购啊，最基本的钱包代储功能它都有。还有什么 Minecraft 啊，特殊 Silent Option Firescape 披风代购，还有 然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欢迎到他的 Discord 群或者是网站去做一些询问，那我会把连结po在影片底下。OK， 如果你很有耐心的听到这里，并在影片结束时底下留言“苍红代购超佛”这几个字，我将会在12月29日抽出一位幸运儿，他将可以获得2670的 R6 币。详细情形我会在影片下方说明。就这样，我要玩 Maestro Boss G。敵部隊が人質を確保。不是、啊、他翻仓啊！我不让他翻仓，他就要跑走了。难怪我刚刚一直在扣分，因为有人带着人质，然后一直他就对他就一直撞我的绊雷。他妈的，老板还本色的。What the fuck？ 其实你们好像不知道，我其实是打那个电竞的。没有在电竞。哎，干你啊！谁拨电话？靠呗！有人一直拨赖给我。哦哦，有人有人。哦哦哦！电竞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干！你 rush 拿着小马哥，喂，他喷枪投进去。喂，我这个点。喂，我在忙。我说我在忙。我知道，你知道你还拨过来。我电脑，台北好玩。台北有什么好玩？台北哦。台北没有什么好玩的啊，台北就逛街而已啊。还有那个辣台妹，辣台妹，真的、啊、辣台妹特别多。哦，电竞选手，现在不是了，怎么回事？掉啦！哎。辣台妹，你还给我直接下去两层。嘿、hey! ，
哎哎哎，对，我已经为你们开路了。Let me play。敌が動いた。脅威を排除し、脅威の確保を再開しろ。おはははは。他黏在那根上面我看着他自超赞Fuck me 这里有个大宇宙欸大宇宙谁抢了我的眼哇呼呼你的火哇管烧这样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故意的。哎、欸，太故意了。你这样我怎么进去？这不是我要的样子，对不起。What？ 四角叉吗？怎么一招？嘿嘿，再到了。你要跟他对决。哎呀！哎，再一个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哇哦！他们真的很团结。太嗨！发现队长在上面开轰趴。差一点就刀到了，哎、欸！好臭，好臭、哦！